那你现在的那个精子质量提升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没有测。有的没有。对，我是在考虑要不要直接结扎，因为上次就是在开玩笑说，哎，要不要去结扎啊？说不定验一下，本来就不孕，哈哈哈，不用结扎，就验出来就有问题嘛。结果后来发现，哎，还是会有意外，所以这次就不验，直接结扎了。会怕痛吗？会哦。可是还是有一定要去做之类的。对啊，因为那个后果太恐怖了，第二胎很可怕。那需要那带小孩会不会比较需要多人分析？哦，不会不会，是专场才需要，因为 G8 就是我把工作量全部摊给其他人。你怎么讲话这么卡？招财猫这样吗？90分钟就直接除以8，所以他要准备的量就会少一点。预怀孕也不是计划。我没有怀孕啊，是你的计划吗？其实我有在考虑，但是我觉得我的状况可能比国荣还严重，几乎是蛮几率蛮低的，不然状况不是很好，这样精子状况不好也麻烦。我这次专场主题其实就是在讲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卵就是状况很差。